今日午前1時ごろ、東京新宿区歌舞伎町1丁目の飲食店などが入っている4階建ての雑居ビルで、3階にある麻雀ゲーム店1球で爆発があり、火が出ました。このビルには飲食店や風俗店が入っていて、出火当時多数の客がいましたが、これまでの東京消防庁に入った情報によりますと、47人が病院に運ばれ、うち男性32人、女性12人の合わせて44人が死亡しました。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李小木。上期节目的最后啊，我跟大家预告了说，这期要聊聊22年前我亲眼目睹的对歌舞伎町产生的重大影响的大火事件。这场大火在当时绝对是个超级大新闻，一共造成了44人的死亡，引起了全日本的轰动。至于纵火的犯人，警察怀疑过很多的人，甚至连我都被带去盘问过。可是啊，这个犯人直到现在也没被抓着，这就又为这场大火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么这场歌舞伎町的大火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中有不少只有我才知道的秘密，今天就来跟大家披露一下。火灾发生在2001年的9月1号，地点是歌舞伎町一番街的明星56大楼。那天晚上很巧，我就坐在附近的上高地咖啡馆，有一个湖南老乡来跟我请辞，说要回长沙了，请我去附近的中国菜馆喝甲鱼汤。我俩坐在咖啡馆里，话还没说完，突然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我赶紧跑出去，就看到明星56的大楼的二楼和三楼之间，一个红色塑料广告横幅上，连续有两个男的顺着它滚了下来。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半半的，一看到落ちて，もう大家ただのまた自殺かなと思って見てら、ボン。一回だけ。いや、二三回。ボンっていう音がして、そこから。誰かっていうか物が折った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只不过当时我并没有看到火，也没看到烟，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大事，于是转头就跟着老乡去喝甲鱼汤去了。大概过了两个小时，我的一个小弟给我打了电话，说让我赶紧把车落走。歌舞伎町来了很多警车，全部都堵在了那边。我连忙回到歌舞伎町大街上，发现已经是一片红色，冒着浓烟，人山人海。警察来了，消防车也来了，不断有被蓝色塑料布裹着的死者被抬了出去。当时媒体在新宿有一个记者俱乐部，我赶紧给他们打电话通知媒体过来采访。那时候我的手机还没有照相功能，我又赶忙跑到旁边的便利店买了两个富士的一次性相机。我记得当时啊，这种一次性相机还是纸盒做的，大概是1000多块钱日元一个，可以拍20张左右的照片，但它毕竟性能有限。后来一看，拍的照片全部是很模糊，一个人影都没拍到。为什么要拍照片呢？因为我当时在办报，我办了一份面向在日华人的华文报纸，叫《侨报》，我自己既是出版人，也是总编兼记者，还是送报人和广告营业员，总之所有的一切都由我亲自操办。所以火灾那天我就当起了现场记者。关于我办报纸的经历，我之后再会在节目详聊。我们继续说回大火的事件。虽然火灾当时引起了全日本巨大的轰动，但很不幸的是，在火灾的10天后，美国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That a plane has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New York. Right now, we're getting information, Al, that it was a small commuter plane, and of course, we'll let people know as soon as we have more information as to what actually caused this. And of course, on everybody's mind, who was might have been hurt. 之后，日本媒体对火灾的报道急剧减少，可以说911事件是极大的转移了人们对火灾的关注。只剩下我的报纸还在把火灾做成了头版。那天的报纸发行之后，作为目击者的我
有时也会被一些媒体采访，但警方一直没能查明火灾的真相。他们做了很多验证，最后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有人在二楼的楼梯口把垃圾堆点燃了。其实火势并不大，并非传言的烧到第二天早上才扑灭。之所以死那么多人，是因为塑胶板被点燃以后产生的毒气。除了包括最早我看到的那两个从楼上跳下来的人在内，一共只有三个人得以幸存，剩余的44位全都是被熏晕以后死于急性一氧化碳的中毒。新宿歌舞伎町のビルにおいて火災が発生し、40名を超える方が亡くなる大惨事がありました。犠牲になられた方々のご冥福を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合わせて関係当局による徹底した原因究明をお願いします。当时的日本媒体根本没有犯人的线索，只是在瞎推测，有的说是二楼一间电子扑克店里有客人因为赌博输了钱，出于泄愤而放了火，也有人说是暴力团之间的纷争，还有人说这事儿和土地再开发有关系，某企业为了降低歌舞伎町周边的土地价格，打算用火灾来达到目的的。火灾的调查持续了很长时间，2001年9月发生的火灾，过了2年都还在调查，并且怀疑到了我的身上。2003年11月的某一天，我一如既往地到一番街上班，身后突然走了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他手上拿着我的处女作《歌舞伎町案内人》，问我明天中午能请你来派出所谈谈吗？关于2年前的那场火灾跟你聊聊。第二天我去了歌舞伎町的派出所，我们讲的交番，他们把我带到二楼的审讯室，审讯室里还有一位没见过的长官，长得很像著名男演员松田优作，就叫他松田警长吧。一开始审问我的是松田警长的同事，他态度蛮横，把我当犯人一样接二连三地对我发问。火灾当天你在现场吧？当时你在火灾现场附近的哪里呀？那天你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按照以往的作风，我肯定会把自己掌握的信息都分享出来，协助警察破案的。但我非常讨厌这个凶神恶煞的警察，感觉他把我当犯人一样的对待，半句话都不想跟他多说。无论他问什么，我都回答，我不记得了。这时松田警长出来打圆场了，他说话非常谦慎，李さん，真对不起，出事当晚你在歌舞伎町里见过哪些人？哪怕你只告诉我们一点点细节也好。我看他这么礼貌，我的情绪也缓和下来，对着他不停地讲了2-3个小时。之后我和松田警长又一起翻阅了很多附有照片的案件卷宗，卷宗里有我很熟悉的人，严格来说是和我有着敌对关系的在日中国人的照片。和松田警长关系熟悉以后，我才知道这个中国人在录口供时说了我不少坏话，甚至还和警察直接造谣说李小木就是凶手。松田警长对我如此直言不讳，说明他已经完全不再怀疑我了，排除了我的犯罪嫌疑。但是警方为什么怀疑我呢？其实我也大概有一点头绪。在火灾之后，警方很快确认了这不是意外，而是有人蓄意纵火。放火の可能性が高いが、タバコの可能性も残るため、放火の疑いと判定いたしました。不久后，媒体对外公布了犯人的信息，线索都指向了一条：一个穿白色西装的男人。就是这么巧，我确实有一套白色西装，还经常穿着在歌舞伎町大街上溜达，因为我觉得白色显眼，穿上它在外面活动很安全，也便于我的小弟们一眼就找到我。再加上火灾那天我的车就停在现场不远处，所以很多人就怀疑上了我。不过万幸的是，我那天根本没有穿那件白色西装，我穿的是一件黄色的衣服。也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点，所以我很快就洗脱了嫌疑。
那么纵火犯到底是谁呢？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的对象，这个人同时也是日本警方最怀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按摩店离火灾发生的地点很近，以前他拉客的时候经常被日本同行抢客人，所以他很生气，经常跟明星五十六大楼里那帮拉客的人吵架。当天他也的确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西装。因为这个案件现在时效还没过，我在这里就不用他的真实名字了，给他取个代号，叫他地上吧。火灾发生时，我其实给地上打过一个电话，当时我被叫到现场去挪车，但我的车根本开不出去，因为被地上的车挡在了前面。我在电话里跟他说，地上你在哪里呀？赶紧把车开走吧，这边起火了，可能还死了人了。这个地上呢，人生经历很传奇，他是中国某高管的亲戚，1987年左右来到日本留学，和我差不多时期。后来他在歌舞伎町开按摩店，在里面搞了不少未成年的女孩子，因此还被警察抓过好几次。当时警察非常怀疑地上，前后把他带去问过好几次话，但都不了了之。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的歌舞伎町里还没有装监控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证据，只凭一些目击证言，最后还是不能定他的罪。当然，发生了这么大事件，死了这么多人，不给民警一个交代，肯定是不行的。最终，在事件发生的7年后，也就是2008年时，警方在没有抓到犯人的情况下，以建筑内的疏散通道不足，而且没有安装合理的消防设备为由，判了大楼业主和房东等5个人有罪，以缓刑的方式执行，并且要求他们对死者家属进行赔款。我做这期节目之前核实了一下，这个案件的公诉时效是到2026年9月1号，只剩下3年多的时间，估计是很难抓到犯人的。至于这个地上呢，他后来因为吸毒又被日本警方逮捕，也蹲过监狱，第二次从监狱出来以后，妻子也跟他离了婚，最后他被遣送回了中国，并且永远不能再入境日本。后来他在北京开过居酒屋，我去北京时还见过他2次，他在中国混得一般吧。我也私下问过他火灾的事情，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没错，我就是犯人，把我抓回日本吧。录这期节目之前，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透露过此事。失火的明星56大楼今天还荒废在歌舞伎町大街上，大家如果路过可以去围观一下，因为死了44人，没有日本人还敢购买这块地皮，它就一直空在那里，空在寸土寸金的新宿黄金土地上。现在只有一个韩国料理店还暂时在这楼里营业，之前是一个土耳其人开的水烟店，外国人好像觉得无所谓，但日本是绝对不会在那里开店的。说起来有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在歌舞伎町发生火灾的9月1号这一天，正好是日本的防灾之日。这个日子是早在1960年就被日本内阁制定下的，是为了纪念1923年9月1号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但恰恰就是在防灾之日那天发生了这场震惊日本的大火灾，直到今天全日本各地都还有在防灾日这一天进行防灾演习或者纪念活动的习惯。现在每年9月1日这一天，歌舞伎町也会搭着一个白布台，会有很多人来献花，我也参加过很多次，以前还有警察盯在那里盘问可疑的人，看看犯人是不是会再次回到这个现场。我没有出名之前也经常会被警察盘查，因为我太瘦了，他们以为我是吸毒的，直到2002年出书之后，
才没有被查过。因为书的封面就是我本人，这些警察基本都见过我，知道我是谁的。歌舞伎町的大火事件在日本算是一个重大的未解决事件，重大的未解决事件，但今天的媒体已经不记得了这件事。いや、聞いたことないですね。もないですね。只有几个参与过这件事的警察还一直惦记着，觉得没有抓到犯人很遗憾。搜查一课从前有一个系长跟我关系很好，在他退休的时候还送过我一瓶搜查一课为他定制的酒。这个系长直到退休都还对大火事件念念不忘。虽然没有抓到犯人确实很遗憾，但我也想聊一聊这件大火事件对歌舞伎町的正面影响。正是因为发生了这样无法确定犯人的事件，才开始第一次在全日本的风俗街上装上了摄像头。我记得很清楚，最早是2002年2月，在歌舞伎町装上了50个摄像头，那之后歌舞伎町的恶性案件就少了很多，成为一个典范，在全日本的风俗街上推广。第二个装摄像头的就是磁带，然后是福冈的真州、北海道的博野，还有名古屋，全国几个重要的风俗街全部装上了摄像头。我记得刚开始装摄像头的时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说是涉嫌侵犯人权。当然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在歌舞伎町装摄像头的，毕竟我天天就站在那儿，我也会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到底是要人权还是要安全，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好好权衡。事实上后来也证明了，装了摄像头后犯罪事件确实大大的减少了。透露一个小数字，现在安装在歌舞伎町各处的摄像头已经超过了1000个。说到歌舞伎町装摄像头的这个事情，不得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东京都的第14代到第17代执事石原慎太郎。装摄像头这个事儿就是他亲自推动，当时他刚刚上台就实施了一场歌舞伎町净化行动，并且把广岛县警察本部长竹花峰调到东京来当副执事，专门负责对歌舞伎町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改造，打击这里的黑社会和犯罪组织。对于石原慎太郎这个人，我觉得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他。他对中国人很不友好，把中国人叫做支那人。じゃあ、あの国を何て呼んだらいいの？支那人がその日本人が支那ってことを嫌がってんの？对歌舞伎町里的中国人进行撒网式搜查。まあ、中国が来ても来なくてもね。每家每户的搜查中国人，这点我是反对的。但是他在歌舞伎町对外国人犯罪的整治，对不法签证的围剿，这个我是支持的。下手をするとこれが日本の暴力団なんかと提携して、非常に固定した強い組織になりかねない。これ東京の治安だけじゃなしに、国のですね安定に関わる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よ。就算他正在公开斩获，点名批评我，在他安装摄像头和举办东京奥运会这两件事上，我都是支持他。石原慎太郎点名批评我这个事情，也可以跟大家八卦两句。当时我在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上的专栏写了篇文章，反对他对中国人的差别对待。后来有一次他来到歌舞伎町的库马大剧场进行演讲，就点名批评了我，说那个自称是歌舞伎町安奈人的姓李的，反对我把所有外国人都赶走，其实他就是个拉客的。很不巧，演讲当天我去香港录制《锵锵三人行》了，没在现场。但我很快又写了一篇专栏，直接跟他隔空喊话。虽然你对中国人很不友好，但我知道你很喜欢吃中国菜，而且经常去吃，我可以帮你预约正宗的中国餐厅，相当于是我对他的反击吧。
我们有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把他刻画上像个神魔，这不对，他根本就不是个政治家，你别把他当政治家去看，但他有他的人气，那是他的道理。所以圣诞狼对歌舞伎町的整治一开始是以外国人为主要打击对象，后来只是针对整个暴力团。朱华峰在警视厅成立的组织犯罪本部，总部就在歌舞伎町里。我认识这个犯罪本部里的很多人，所以后来我被绑架的时候，一打电话警察就来了。这个以后再细说吧。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最开始歌舞伎町的警察是不会说中文的，但后来由于歌舞伎町的华人太多了，又发生了很多杀人事件，于是不得不培养了一大批会讲中文的警察。因为当时呢，中文一下多的是警察连中文都不会讲，现在培养了一大批会讲中文的警察，现在没事了。为什么呢？慢慢的这种不法签证的已经赶走了很多，已经不存在上海帮、北京帮、福建帮。好笑的是，有些警察现在还经常给我打电话聊天，跟我吐槽说现在中文说的少了，最近越南人犯罪多了，他们不得不开始学越南语。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看到磁带又发生了几起抢劫中国人公司的事件。池袋駅から徒歩10分ほどの車などの交通量も多いこの通り沿いのマンションで強盗事件が発生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規制線が張られ現在も捜索が続けられていま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现在的磁带很像从前的歌舞伎町，变成了中国人鱼龙混杂的聚集地。不同的是，现在中国人有钱了，都是在日本开公司的，他们之中呢，很多为了逃税喜欢用现金，所以才会被人盯上的。据我所知，还有很多人被抢了不敢报案的情况。关于这些话题，我们以后找时间再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欢迎订阅、点赞和评论。我是李小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